老大，不能就这么算，你好不容易打响了真剑斗虫大鬼王的名号。对，那个小鬼一定是诈。你们两个慌什么？之前的那一仗本大爷也有点轻敌，谁让那个小鬼看起来特别。管那小鬼耍了什么把戏，我们就按计划摆开荒龙起义堂堂斗虫大使和的阵势，到时候满场都是观众们为本大爷叫好的呼声，那个小鬼绝对会吓得两腿发抖吧，什么伎俩都使不出来。老大英明。可是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，要举办这场荒龙极意堂堂斗虫大试合，根据荒龙极上盛世豪古大祭典的经验，我们需要提前向天领奉行报备，拿到活动这些好像都需要经费啊。考虑到要把极意大试合举办的比豪古大祭典更热闹。停停停停停，一听到天领奉行这四个至于经费，大不了我们就别做一休三了，加把劲儿做二休四，这样我们加起来多做了四份工。不愧是老大，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考虑参战的将士了，参战的将士也不用太。对啊，那小鬼说过他还会带五个斗虫好手过来和我们公正对决，要是他们对老大发起车轮战，就算老大的实力再强。你们两个明明还没开始准备，拿出黄龙派的志气来，这点小要不然先是把以前斗虫的小友们找过来商量一下。不成，那样的话本大爷败给一个小鬼的。发牛的，你又在搞什么名？哎呦，我说吓死本大爷了，居然还好意思问我们。我们站在这里很，我和旅行者本来想去冒险家协会，结果远远就看见你们在这里吵吵嚷嚷。是大适合少了一个大字。我的挚友啊，如果你也多多斗虫，一定能明白斗虫激动人心的地。所以说你是不是被什么人打败了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那都是暗算。没错，有个叫花脚玉匠的小鬼，看准老大和其他小友切磋后的疲劳时期，用一只大的夸张的鬼斗虫哐哐两下，还说什么要让老大了解。喂阿小，不用把我战败的过程说得这么清楚。言归正传，我好像听说过我的挚友无论干什么都很有天赋。我已经猜到你要说什么了，你是不是想拜托我们帮你报仇，打败那个什么花脚？打白宫？飞行爱警官，我荒龙一斗是那么不讲义，要是我的挚友答应帮我，我就包下你们两个月的午。每天一晚，那我们确实。这可是老大有宝贵的。之前有一位小友自称真剑斗虫大鬼王，老大听说后很不服气，就向他发起了经过长达一天一夜的92次苦战，老大终于。不过那位小友想要他家拉面摊每天免费吃一碗招牌拉面的优惠券，让老大网开一面。虽然不知道他家的拉面有多少斤量，但光冲这个分量，而且凭老大斗虫记忆的进步速度，两个月后肯定会有个。只不过我们都忘了问那位小友。都打住都打住，过程不重要，总之这些拉面都送给我的挚友。等等，我们还没想好呢。我已经向玉匠发出战书了，他也答应会带着几个外援。至于场地，我好像知道要去哪了。首先要拜托是北池，我的挚友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好像也推脱不了了。反正学学斗虫，帮他打败对手就行了吧。难道放牛的有什么孩子气？不错，阿守和阿黄准备的原材料都就位了。我的挚友，没想到你在这配合本大爷这精妙的宣传画。旅行者好目光。可是这里好像离道西城太。没问题没问题，以本大爷的。听说荣采祭的时候这里就举办了一场剑术比试，接下来是时候给你们看看我天下无敌的鬼斗虫。居然还真是红色的鬼斗虫，好威放牛的，没想到你还挺用功的，能让我凑近看。随便看随便看，仔细观战一番吧。不过我可不会随随便便。怎么有股熟悉的香味？这一定是你的错觉。说起来老大，你还没给震慑涂装加上保护涂层吧？要是下雨的话。没问题，反正黄龙极堂堂斗虫大试合还没开始，还有时间给你们先去准备传单，拉拢足够的观众，
本大爷就在这里稍微指点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先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吧。哦，没想到你们的阵出现了。花不应该啊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人间斗虫大鬼王？你该不会忘了吧？斗虫的强者能够互相感应，难道说你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？什么话？要知道没有和鬼斗虫心意合一，我只是小看了你的洞察。哦，他就是打败过一斗的人，但他说话的风格很特别，感觉花小鱼香，能找到这里来算你有点本事，你们很快就会后悔了，因为你们这次的行动太莽撞。这次的态度更自信了，最开始就让你一败涂地的话，一定会错过很多乐。哼，想用小弟来，那我们这边就派出飞行矮警。不行，飞行矮警瓜代表我荒龙派出阵，气势绝不能输给那。我明白了，就让破空白铁小警瓜给你们一点。为什么是我？老大，现在就要和他们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宣传这场比试呢。你的挚友和挚友的瓜也还没经历。对哦，但那小鬼都打上门来了，本大爷。至于斗虫的技巧，我会在旁边指导飞行矮警瓜。好过分，还没开打。白铁小警瓜，你要拿出，让你第一个出战，可是我深思熟虑的策略。这个策略的零，用我方最弱去迎战对方的最强，我方中等迎战对方最弱，我方最。虽然你的确很有天分，但没多少实战的经验，派一个斗虫呆瓜上阵，就能让对方的一位好手是。可是按这个说法，你要亲自去和他们的头花角玉匠一将。等等，是这样吗？你好烦呐、我没说过我的策略和故事里完全一样。行啦行啦，我上就我上，看好了，我。真是平平无奇的对手，肤浅，外观根本是无所谓的东西。鬼斗，所以说，挑选鬼斗虫的眼光。什么奇怪的理论，就连我都明白。最重要的应该是实战的表现。就是啊，小警瓜，你斗都不会斗，听好了，白铁小警瓜，你要观察对方鬼斗虫的动作，只要进入攻击范围，赤红衣处。也就是说，对方准备攻击时，我就让鬼斗虫后退。对方露出听起来很简单嘛，我试试看。旅行者听了一，居然临阵学习斗虫的技巧，那就别废话了，拿。待会奖励你一碗鸟蛋烧。花角玉匠，我居然败给了一个新手。放宽心，放宽心。看来对方找来的援军不是真剑斗虫大鬼王。没想到你在如此之短的时间，从今往后，我每天都会派遣一名部将，你可要撑到最后啊！不然，你们荒龙派的战术……喂，喂，喂！突然出现又突然开溜。此事还听他的意思，花角玉匠还会派出好几个部下来。没错，看来我们的时间不够了，来不及把极夜堂堂。还好，相比热闹的气，刚才飞行矮，刚才破空白铁小警瓜打败，让本大爷想起了我还是个斗虫新手时。难道说放牛的也有刚刚学会斗虫？当时老大就是因为当时被打败了。才会被白铁小不重要，那些是接下来，真剑斗虫大鬼王，
破空白铁小醒瓜，我们三人要团结一心，迎战每个对手之前，我们都要商量对策。只要我们获胜，总觉得进入正题的，但刚才斗虫的感觉还不错，而且帮放牛的赢过对方后，还有两月。这才像话嘛！只要好好听本大爷指挥。真没想到，荒龙派居然能打败这么多斗虫强者。看来你们对斗虫，我收回之前的成见。接下来我会将你们当成值得尊敬。放牛的，到你这个老大登场的时候，可别把之前的话当真。那是当然了，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知道部下的，但结果已经没有悬念，准备接招吧。不会错，经历了这么多磨砺后，你们的赤红翼雏也进步了，至少在气势上远远凌驾于打败电气鞘翅的那时候。哟，你还挺有眼光嘛。主要的功劳当然还是本大爷在指挥。重吧，淘汰你以后，我会把荒龙派的成员。咦，这次倒是个成年人，不过怎么比之前的还……白铁小警官，人家点名要和你比，带上赤红衣橱，尽管。开打，开打！我破空白铁小警官的第二战，不过。为什么对方的鬼斗虫都那么大呢？好像有点不公平啊。不用在意，鬼斗虫太大的话就会变得很笨重，远远不如我们的赤红衣橱。你们那种羸弱的鬼斗虫，别说赢过我了，就算送给我，我都不愿意浪费一个虫龙来装它。不严谨，不优雅，
不精彩。你在神神叨叨什么？评价你那些吧。说的是你们斗虫的方啊？你的脑袋被漂浮林砸过吗？本大爷又不是来表演节目的。想起了不好的回忆。这位金发的先生看起来很……我的挚友，听见了吗？他说你好对付，真是让人看不懂呢。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收集对手的情况，花角玉匠的团队简直就像是散。鬼斗虫之间的决斗，理应表现得很有观赏性，甚至是艺术性。可你们好像并不理解。有点矫情过头了啦，明明爽快和开心最重要，只强调观赏性，不就变成演戏了吗？就是啊，白铁小警官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让我的挚友来好好给你上一课吧。三个，谁是老大？站出来面对我！我千日喧哗大飞车，可是精锐中的精锐。好凶好凶，说话呀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还有，你的称号里居然也用了，本大爷揍的就是你这种精锐。好高的男人，居然如此豪气飒爽的家伙，怎么会玩斗虫？你说什么？你在小瞧斗，根本不懂斗虫精髓的家伙。必须有热爱斗虫的人来修。对对对，可不能让他一直这么嚣张。没办法了。不准轻视斗虫啊！那个什么什么飞车，就算是我，现在也明白斗虫的乐趣了。不只是乐趣，斗虫承载了大家对变强的向往，还有拼搏的精神。没法理解这一点，还能斗什么虫？居然还有我吵不过的人，那只贫嘴皮子在我这里可讨不到好处。我来和你们决。怎么回事？花角玉匠那家伙又派了，该不会是人手不够了？潇草，你不重要，吵吵闹闹的人一般。这位金发的大哥哥很沉稳，有一股强者的气势。嘿嘿嘿，这位朋友的眼光很毒辣嘛。啊！你在胡说！我的挚友确实强得没边，但这次他只是我们荒龙派的外援，帮派的名字写得清。对啊。荒龙派的实力先放在一边，当老大究竟是谁？如果你答应我们，我也可以是荒龙三天后到期派盟。喂喂喂，你们两个不要被对手带偏了。等到本大爷战胜了他的老大，他就要我这番大话后。拉倒吧，你们荒龙派内部的事我可不关心。先让我领教一下这位大哥哥。斗虫对你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啦。对，我的挚友，记住我和白铁小警官说的要点，抓准时机打他个手忙脚乱。想得美，我可不会给你们躲闪的机会。
了起来，黄龙极意堂堂斗虫大噬合的进展很顺利呢。不知道放牛的和花角玉将究竟谁占了上风，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再打一场吧。比试的胜负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，难得有这么合拍的对手，短短几分来就。不过看穿本大爷斗虫的秘籍，如果你肯承认是我斗虫的本领更强，无论斗多和放牛的和花角玉将还是热血飞。尽管斗虫的风格与我不同，但你倾注在鬼斗虫身上的一腔热，假以时日，你必定能成为斗虫界的骄傲。你也不赖，整整1141场较量，居然能勉强和本大爷拉去100场以上的对手里，你最有毅力。是571场，我赢的次数更多。考虑到客场作战的，嘿，怎么了你？啊，这种时候还嘴硬？本大爷记得清清楚楚。阿手也可以，你说是吧，阿手？老大，我实在撑不住了。哇，难道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这里斗虫？行，本大爷宽宏大量，让你绝也无所谓。看你不服气的样子，之后的较量就去你的主场。嗯，正合我意。我的挚友和飞行爱警瓜，你们可算来了。怎么又变回飞行爱警瓜了？难道我不帮你斗虫？这个先放一边。那说好要给你们的2月份拉面优惠券，这样才像话嘛。不对不对，这次只算是黄龙极意堂堂，毕竟完全没有任何观众，未免也太冷清。走运的是花小鱼像总算放下了他的架子，承认本大爷。我们的较量还没结束，之后本大爷要孤军深入花角玉将的阵地，打他个心服口。到时候花角玉将也会听候本大爷的调遣，一起把黄龙极意堂堂斗虫大噬合。这次就多谢你们了。嘿嘿，这回放牛的可算是玩了个爽快，我们也赚到了整整老大，老大，人家来信了，你快看看。哎，老大跑哪儿去了？啊，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放牛的刚刚才跟着花角玉，倒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是具体的内容请你们看。结果到头来花角玉将也算是荒龙派的自己人嘛，只不过花和阿忍的预料一样，放牛的确实在飞，不过找了我们来举办荒龙极意堂堂斗虫大噬合。这样看来拉面的优惠券更应该奖励给阿忍才对。等等，说起来放牛的根本还没有告诉我们这张，难不成还得我们自己去。